杆里头演的那个姑娘。对爱情充满好奇，毫无畏惧。他跟你站在一起不般配。我男朋友不需要跟任何人比，只要我还爱他，他就排第一。那就省着点，慢慢爱。决定了跟我结婚，我就没有竞争对手。在乎是因为你勇敢。现在这个一辈子定性太早了。人总要经历很长时间的纠缠、拉扯、自我怀疑。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，证明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时间宝贵，先爱够了再说。